史的这个晋级亚洲荣誉了哈。童军有一首歌叫《荣誉在我心里》，我就不怕红了。感觉就是雨林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再创佳绩！好，我喊雨林，主持人喊加油，雨林。我们这一次107年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，那是在台中市举办。那我们各个单位呢，都全力以赴。那所有的教练呢，都能够把所有的选手的整个一个比赛的状况都能够掌握。那我们这一次呢，一定可以在我们为我们云林县再创佳绩。11月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将在台中市举办。那云林县今年总共有543位选手代表云林县前往参加13项的一个竞技。云林县去年在106年的全中运，我们总共得到16金、27银、20铜。那在全国的一个排名上，我是排名12名。那今年呢，经过我们所有的学校的教练跟学生很用心的一个训练，那我们这543位的一个选手，我想会比去年的成绩更好。我们期待，那我们为云林县的一个体育再创另外一个高峰，也为云林县的体育风气带动另外一波的风潮。云林 ，Go Go！